你回来啊。阿公讲今日食安顿。有啊，不过食一丝丝仔尔，伊就又搁困去啊。这几天啊，阿公敢有讲啥物所在无爽快无？无呢，我常常下午转来，看到阿公睏啊足露面的，所以就无甲伊讲话。黄老师，啊，恁大官最近身体有较稳定无？有啦，啊，昨一年哦，产生了乌心，伊就开始食菜疗血，啊，即马哦，身体拢一直真稳定嘞。即马厝内底有我甲我大家，啊，佮三个囡仔轮流咧甲照顾。即马真侪代志吼，伊拢有法度家己做安尼，啊，行动是有较慢淡薄啊。不过吼，我看伊拢无啥物辛苦病痛，啊，身体袂歹呢。真的是阿弥陀佛在保庇啊！黄老师这两天替恁大官做真济功德，嘛行真济完成济事，所以咧辛苦就较少辛苦病痛。啊，若无辛苦病痛上好。恁大官这条命是你甲拜佛祖留落，你爱甲较注意一下。恁大官这身体若咧有唔对吼，时间已经到，你就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我听你安尼讲哦。我雄雄去想到，阮大官最近吼，敢若安怎？敢若变啊真爱困呢？啊，一天吼加困几啊点钟，我看到伊吼，敢若是拢咧困，安尼有要紧无？一直困，还有几天哦？差不多有两三天啊哦。这种情形就是时间已经到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要唔过，黄老师，莫阁唔过啊啦。当技师行过的桥吼，比咱行过的路搁较侪啦。伊会安尼讲是有伊的道理，你得量早准备，要若无，到时比无搁较赢。菩萨，阿爸的时间，感谢是够。妈。你哪里哭啦？哈，无啦，无代志。妈，有啥物代志你头仔讲好无？啊，着恁阿公啊，阿公安那？我今仔日哦，甲副教练社一个单技师讲着阿公的情形，伊讲。讲恁阿公的时间到，妈，阿公这两年又搁食菜，又搁念佛，你搁有机会替伊做遐济功德，嘛算讲是有福报啊。应该感恩菩萨才对，这摆咱不应该艰苦啊。这我嘛知呀，我知影人不应该这么贪心嘛。迄当初，我有甲菩萨替恁阿公求两年的话寿，只是想要讲。时间就算到这里做，妈，莫阁安尼想啊啦，无听到阿公这摆嘛袂走啊，谁知呀？不过，迄单技师讲了嘛有道理啦，该准备的，咱也是爱准备啦。要准备啥？伊叫咱自己嘛去，
啊，一天24点钟念阿弥陀佛，给恁阿公听。我是甲讲吼，阿公啥物时阵走，咱也毋知啦。阿尾自即马就开始规天咧念经，咱实在是无法度。不过，伊有讲一个变通的方法。啥物方法？放录音带。放录音带。放录音带都爱录音机啊，录音机遮尔啊贵，就算咱台东吼上大个百货公司，嘛无定着有咧卖啊。咱是要去底揢录音机啊？对啊，是要去底找这个物件啦。我知影有一个所在一定有。什么所在？广播电台。广播电台。妈。你逐个月毋是拢会寄钱去予一个佛教电台的师傅替阿公做功德，因遐一定有录音机的，你去他借看卖好无？广播电台的师傅，安尼敢会歹势？去他试看卖嘛，妈，只要你肯开嘴吼，人一定会借你的啦。录音机遮尔啊贵，人敢会借？妈，时间袂用阁撑落安尼，就算阁为着阿公。好不好，去借看卖。好，我去借看卖。无论哪怎，我一定要借到。妈，我就知影你一定借会到。电台那个师傅够客气的啦，听着我讲阿公的代志，伊就随某一台给我。妈，那是你的声嘞，敢有声？妈，你是安怎录的啊？咱这么厉害？我要哪会晓？那是电台师傅给我录的啦，无法度啊。啊，因就讲哦，无这种念佛的录音带，一定要家己录才有法度啦。啊，我的声音听起来哪会这奇怪啦？不会啦，你的声就是安尼啊，拢足好听的。哎呦，囡仔人啊，学袂讲。没啦，妈。有影啦，真正录了袂歹哦，也是师傅声音哦，录了较像啦。哇，这款物件吼够厉害了，啊，咱人的声也入去内底。妈，我想要试看卖。哎，没用的啦，这物件足贵，人用歹就害啊啦。有啊，卖着急，卖着急，大家拢爱学啊，吼，来，我甲恁教吼。这粒吼，吃落，迄声音就走出来，吼。啊，这粒吃落，迄声音就停。这粒吼，大家看好哦，千万不要吃哦。从即马开始吼。咱都要一直放一块阿弥陀佛给阿公听，啊，袂当让伊休困，你知无？嗯，我知。你若把安尼昏迷不醒，咱放阿弥陀佛来听，伊毋知有听到无？有啦，你啊，莫想遐多啦，咱尽量去做，啊，剩的吼，就交给阿弥陀佛啦。妈，阿妈，你看阿公的手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老早，老早，嗯啊，有困饱无？有啊。你先讲啊。妈，你是讲？我是讲吼，半暝你替阿公放落云台工课，做阿真好，妈妈规暝拢有听着哦。规暗，阿某迄台阿弥陀佛，安尼敢睏会饱？会啦，我毋惊吵。毋惊吵，毋通假时要考试哦。 啊，逐条拢写阿弥陀佛啦！你惊吵，迄是无智慧啦，这个囡仔才袂亲像你共款。嗯，啊，我是伫讲伊呢。无你讲这话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小关心囡仔功课敢明呀？你安尼何作关心嘛？哪里阿爸呢？阿爸当时要往生，你敢袂烦恼？ 我太袂烦恼啦，啊！你俩阵啊，规工念阿弥陀佛，你就上有效啊。可以啊，你一句也袂晓念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透早透夜安尼伫咧弯，来来，坐咧坐，食饭食饭。南无阿弥陀佛。 我真是要走，我走你叫你，你若准备好，你就要先去。不过，我一件代志，我想要拜托。 有你甲天顶两个人，我托恁保庇因两个，莫冤一世人好。你孙仔，大家拢真乖，我也真放心啦。我只是烦恼因两个人，你甲我想一个办法。
什么代志？医生宣布恁大官都要袂用伊啊！恁阿爸又搁恶化，拖袂过这两天。准备这么久啊，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我说过的话。时间若到，你才来当对阿弥陀佛走。孙兄，多谢恁大家来为阮大官做念，多谢恁。免客气啦，大家拢是同修，这应该啦。多谢。啊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阮同修哦，阮会轮流来甲恁大官做念啦吼。啊，你家己身体着爱保重啦。啊，你若有时间，着爱加休困一挂哈。多谢，多谢恁遐尔用心，阿弥陀佛。阿妈，即摆这个家庭你上重要，你的身体着爱顾好哦。我知啦。多谢，多谢，好，无咱继续来做念。世界菩萨，心如知影，这摆时间真正到，这摆我无法度搁再要求什么，只是希望，像阮阿爸这么好的人，会当让伊好好走，让伊无挂碍往生西方的极乐世界。伊若是真正拢准备好啊，吃阿弥陀佛，你若真心来甲吃咪，
星，火星，你有听到什么声音无？听到啥？我嘛袂晓讲，规定吼是一种足好听的声音啦。妈，我拄好要叫你，你看阿公的面。阿弥陀佛已经来了，伊是来接你的，找你含心底已经，一切拢好好，卖烦恼阮这家孙啊，以后一定拢会等于西方的极乐世界，我相信，咱一定会当地下团圆。月经啊，妈，都要嫁人啊，真是喜事呢，哪里哭啊？我感觉我就不好诶，这嘛是无法度啦。你若讲过身，你若无伫百日内赶紧结婚，照咱台湾人的例哦，是爱搁等三年呢。是安尼，我才感觉一点不好。这三年拢袂等你，戆囡仔，你今嘛唔该是要等到当时哦。真无简单，才拄到像真天这么好的查甫囡仔，伊嘛连伊都要出国进修啊。啊，你嘛交往这么久啊，敢讲，你都是为着唔甘阿公，就要放弃一段姻缘？我嘛唔甘阿妈甲你啊。我嘛不敢，也不敢。你家己好，他家己爸。
阮王家甲你拆分遮尔大，敢都是为着要甲你爸伫块输人一世人。你还不是我，若有所在通陪，你着赶紧陪出去。弟弟，我照顾弟弟妹妹这么多年，也都放不过你，还要哪样的？你是要叫妈妈叫你儿子，你也看不完。你们滚！我跟你爸爸这边求婚，我叹一世人，你可不知影了。所以我爱你爸甲你养好，不过我是的。我来就要去美国啊！一逝路这尼啊，当时只会咱两个看你。深深是无咧阮所在啊，不管你去啥物所在，你只要会记咧念佛、拜佛，妈妈一生都会永远甲你牵连做伙。到遐个嫁妆吼，拢是亲戚朋友，啊，搁你亲生老爸老母送的啦。你知影你要出国，才甲遐好咧，让我从去办袂好你走。这拢是因对你的祝福，因大家拢。就是讲，你家家老委屈。先回啦，好好教，好。你阿爸讲了对啦，家己爱过家己的人生，唔免行阮行的路。上重要的是哦，以后囡仔不管在啥物所在出世，一定爱会记得皈依，哦。我知。好啊，我给你借车，别急，你要坐借车。
你跟着手要怎啊？无定无用的啦，风太这尔大，咱的窗仔门口会去烂去啦。阿妈说你啊。是啊，这种代志吼，给查甫囡仔做就好啦。你这么做伙啊，安尼危险啦。查甫囡仔哪会当样子出来干活啦？哎呦，你逐摆拢是安尼啦。免啦免啦，念咪好啊啦，念咪好啊啦。伊啊，要停电啊啦，紧离开啦，安尼危险啦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紧离开啦。现在为您插播最新的台风消息。中度台风艾尔西已经于今晚西面中由太平洋东南方向，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，由台东花莲沿岸登陆本岛。气象局已经发布陆上台风警报，沿海地区严防海水倒灌、河水暴涨，请民众做好万全的防台准备。至于明天台东花莲地区高中阿座，今日是中秋节，我愿意吃必须等候中央政府发布。公告小学要吃才吃啦。爸，你不是安怎啦？明仔再好，可能唔免上课啊。而且，起码国强要熄电啊。讲讲是唔是？明仔再搁写。免的啦，今仔功课今仔一定要写好。全镇吼，百外户拢烧了了呢。唉，实在是足可怜的呢。阮家阿兄啊，透早就出门啦。伊还佫讲吼，下晡伊下班哦，伊要骑车去那边看嘛，看到底是甚物情形。我听伊讲哦，最近这几天哦，袂少人走去看嘞呢。迄有甚物通好看的啦？唔知烧死偌济人嘞。唉，迄种场面哦，咱无法度去共斗相共。搁走遐创啥呢？实在受拢无。啊，就是讲，嘛遐人是足好闲的有影。恁两个搁开讲啊？哎，黄老师，哈克啊。啊，恁是咧讲啥物代志啊？讲到安尼面油面角的。啊，就咧讲吼，大南仔村火烧厝的代志啊。哎呦，实在是足可怜的呢。是啊，啊哪有人风台梯无淹大水，啊电灯是咧起大火啦。嗯。是啊，我嘛是感觉真奇怪呢。啊，即摆风台吼。无落什么雨，拢在透烧风啦。阮校吼，靠校门的老师是讲，迄号做分风啦。啊？分风？嗯。哼、嗯。啊，分风是啥？你敢知影？
啊，你敢捌听过？我嘛毋捌听过啊。黄老师，黄老师，咱回来啊啦！哇，大家拢遮闲啊，徛在遮开讲。什么咧开讲？恁某咧念你啦？念我？啊，是你念啥？啊，你毋是讲要去大南村看卖咧？那遮紧就回来。去看好啊！啊，看一个好紧来走啊！啊，无是要看偌久，对吧？但你即马有看到吼？甘愿啊哈？啊，莫安尼讲啦！咱台东发生遮尔啊大个代志，啊去共关心一下，迄嘛是应该啊，对无？我实在是唔知影，你是真正去共关心，还是去看闹热咯？啊，人足侪人去看咧啦。嘿，啊，足侪人去看，啊，即马迄边个情形是安怎？有参照吼，迄电台咧放送安尼，讲到足恐怖个无？吼、哦，比电台咧讲个吼，搁较恐怖。迄若毋是讲我亲目睭看到吼，真正我毋敢相信讲，真正会发生遮尔啊大个灾难啦。吼、哦，我安尼凊彩影一下尔，我看袂落去，我赶紧转来。啊，即马情形到底啥款啊？吼、哦，遐哦，规庄啊拢食迄茶房啊厝啦。啊，火一个刀吼，规个烧了了啦！啊，迄干柴吼，规个路边摆规纸啦，几落十区哦，看甲脚拢软，你知无？啊，几啊百户啦，死个死个，啊无死嘛，毋知要安怎，无所在通好住呢。啊，政府若讲要搬迄个旧宅落来吼，毋知民国几年啊，有够可怜的就对啦。哪会安尼啦？一个风台死遐侪人，实在是有够可怜。啊，即马阁有一挂人吼，厝拢互风吹吹倒。连避风避雨的所在拢无啊！即马天气都要变寒，这个人是要安怎才好？即马吼，哪会当安尼吼，紧摕一块物件去的时候是上好啦。是啦。对。欸真的有这么好心的师傅，真的是不简单呢。当然是真的啊。我邻居他亲眼看到的，他还说师傅很慈悲又很年轻。哎，从花莲送棉被送到台东，哎，一送就送了100多件，听说花了20000多块、啊、20000多，两万多可以买一间房子了耶。就是嘛。你们在说什么师傅什么棉被啊？哦，就我邻居啦，他昨天到大南村去看灾情，遇到了啦。都这么多天了，还是有人跑去看热闹。结果咧？结果他遇到一位从花莲来的师傅，听说很慈悲哦。花莲来的师傅，他是怎样慈悲啊？听说这位师傅一开始知道我们大南村的灾情之后，就四处去募款哦。光这十多天，光棉被就送了200多条来，花了20000多块，实在真感人啊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们怎么知道人家买棉被花多少钱？是那些接他来这儿的县政府的人员说的。不止如此，那些人还说那些受灾户拿到棉被后都好感动。还听说花莲秀林这次的灾情也很严重，十几户人家屋子都被吹走了，实在很可怜哦。事务真有慈悲心，马上去募款送钱送东西过去呢。不知是谁在给他供养的，怎么这么有钱？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师傅做善事是大家公认的，真的是很有慈悲心呢。真是不简单。这次大南村的灾难，让我艰苦几日天。突然间，第一次听到讲有人摕棉被去救灾的代志，我心肝内感动，实在不知道要安怎讲才好。迄个时阵。住在这生里3年多，根本就无人知影迄是啥物。不过迄摆，伊对咱台东所送出的迄份慈悲佮爱心，开始让我即摆想起来，也是感觉真温暖。名字，从这学期开始，我就是卑南国中正式的音乐老师了。你们不要因为老师还很菜就想欺负我哦。我可警告你们啦，要比整人的话，老师我在学校可是拿冠军的哦。哦，你说，老师，你有男朋友？
也没有关系，不过可别把教室的屋顶给闹翻喽。好，来。正啊，爸，那你家拄我好。嗯，我拄啊远就看到你啊，安怎？哪来穿棉被？啊，伤远呀，我骑铁马哦，骑到脚强要断去啊。叫你学桥倒来，你都啊，即马知影艰苦啊吼。我哪会知啦？阿妈去上班，阿妈是骑铁马甲走路尔。啊，敢讲你要学恁妈？啊，骑铁马骑一世人，即嘛什么时代啊？啊，逐项拢袂晓，啊，干会晓念阿弥陀佛。慧晶嘞，嫁到遐尼啊，唔去。伊啊，慧晶会当嫁到遮尼好个翁婿，咱应该替伊欢喜才对啊。查某囝大汉，本来就爱嫁翁个嘛。啊，恁是要为华人迄间店刷过来遮哦？哪有可能？华联那边做遐久啊，哪有可能刷来吃？哦，要踮伫遮开分店啦。功德会，这是啥物功德会啊？这哦，是募款簿啊啦。募款簿啊？嘿啊，啊是募啥物款嘞？这哦，募款给一位师傅，华联的师傅。伊啊，你绝对想袂到的。这位师傅哦，我十年前都识识啊啦。啊，你妈妈迄功德簿吼，拢囥在地下底啦，啊唔敢摕出来共收啦。啊，台东无人做啊！啊，你头一个做功德会，嘿，师傅，你功德真大哦。不过我惊啦。但是这个功德会哦，是专门咧救济，伊是去帮助迄所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啊，敢有这款代志？当然嘛有啊。Thank you.